大家好，接着上一个视频，继续为大家分享中心先至大青铜币板别知识。第五版，小仙不掰面被谁围炉？正面文字细受，币字右点连竖，仙字木左右各一笔，通称为小仙不掰面。背面龙纹接近不掰大青龙，尾巴线条有十一根，通称为十一尾龙。这一版比较少见，商品市场价格在200元左右。第六版，小仙不掰面被毛火柱大角龙，正面同上一版一样，背面龙头宽大，火柱下毛刺细小，左下龙身上云朵半卷，左右龙角粗大，通称为毛火柱大角龙。这一版也较为少见，商品市场价格在200元左右。第七版，小仙不掰面被毛火柱小角龙，这一版同上一版差不多，只是龙角窄小，造纸方口，通称为毛火柱小角龙。这一版也比较少见，商品市场价格在200元左右。第八版，小仙反不掰面被九尾龙，正面同上一版差不多，但币字右点连角，仙字木下一笔，笔头粗圆，通称为小仙反不掰面。背面龙头宽大，火柱下有粗齿，尾巴线条有九根，通称为九尾龙。这一版较为稀少，定价为六级币，商品市场价格在3000元左右。这个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